哪儿啊？你把秦放怎么了？你想知道吗？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你知道为了平息人类跟异族数千年的争斗有多难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各自好好的生活呢？为什么呀，白英？凭什么就只有他能好好的生活？凭什么我不能？凭什么？白英啊，你不是想知道秦放怎么样了吗？来，我来告诉你。白英，你的执念太深了。这个房间的门窗一定要时刻紧闭，秦放现在全靠这口气撑着，不能让杂气随便进来。哭什么呀，我都说了他一定会没事的。都伤成这样了，即便活下来了，这辈子也就在床上躺着了。他的骨头失碎了，脏器也严重受损，但是没关系，一旦有我们的力量进入，便会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该粘合的粘合，该填补的填补。他一开始遇到我是什么样子，以后就一定还会是什么样子。他昨天晚上他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怎么能拒绝你啊？会是谁啊？应该是苍红他们到了。老会长他怎么来了？我叫他们来的，你去接一下吧。你不肯接受我的力量，是担心我斗不过白鹰。看星星陨落，孤孤的吧。熊熊的大火。